朋友们，其实今天现场啊来了一位特别的观众，刚才呢我在台上已经关注他很长时间了啊，来我们跟他认识一下。这位姐姐，我叫汪秋韵，是在河南省剪纸项目的一个代表性传承人，代表河南省曾经到北京博园了什么都是现场剪纸。我就是给咱的李元春这个国位艺术家赠送我的剪纸，我还特意给咱们李元春带来了一幅牡丹的剪纸画，欣赏一下非遗剪纸传承人送给李元春的礼物。祝大家开心快乐，祝我们李元春蒸蒸日上。我也是一个忠实的李元春观众，每到那个星期天啊，我都早早地啊，早早地把汤烧中，唱两句啊。谢谢您，谢谢。